生爽刺激入骨相思，百事无糖生可乐邀您观看长相思第一季。我跟你去见郝灵王，你把屠人警放了，让他回青丘。我可不敢再信你的话，打断他的腿，省得他再跑。沈哥，真是没用，还是被抓住了。去武神山，现在知道讨饶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爱的打手的心比这个多多了，这点疼不算什么。你不是最会耍滑卖乖吗？怎么现在开始嘴硬了？把他带到囚车上。是。我一步步试探你，就是想让你退缩，这样我好了无牵挂，一走了之。可你却……对于桑田来说，生活不过是一个火炉，串子看似抱起他，使他免于痛苦，实际上桑田只是从被生活炙烤的痛苦变成了恐惧串子抛弃他的痛苦。也许很多女人会选择被抱着的痛苦，这样就不会被生活炙烤了，至少能永远希望男人不抛弃他。可是我宁愿选择被生活炙烤，至少我的双手仍然自由，可以设法自救。我这一辈子吃了太多的苦，承受了太多的失去，我不想再受伤了，只想躲在坚硬的壳子里。十七，十七，来，慢点儿。怎么样？血。你的血。
当年要不是我用血兑进药里喂你，你怎么能活到现在啊？小六，你没你这古古怪怪的笑什么？解开了一直以来的一个误会，向柳是在用你的血疗伤吗？是啊，向柳这个家伙简直把我当成了药罐子，喝起我的血来毫不客气。你要不再喝一点？以后不要这样做了，伤终究会好，没必要用你的血。真是一个有好处不占的傻子。看来我让殿下很生气啊，这龙骨玉可不是谁都有资格进的。说不定你会在这里住一辈子。走吧。去救人，听我召唤。你腿受伤了，靠在我身上会舒服一些。这里可真静啊，只能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心跳声。嗯，干脆我们永远不要出去了，就一直待在这里吧。好。好？好什么好啊？待在这牢里有什么好的？只有你我，清醒。十七，你是因为恩情才对我这么好的吧？我救了你，收留了你六年多，这一次你对我也算是仁至义尽。等出去以后，我们两个就算两清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麻烦你，我肯定会离你远远的。嗯，嗯。我不离开你。为什么？恩情都还了，你难道还要跟我一辈子不成？一辈子？我是个男人，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奇怪吗？你是女子。你怎么就能缺心？连向柳那么精明的家伙，他都不敢确认我是不是女子。因为他没见过你。他没见过什么？他没见过我什么？啊？他没见过我什么吗？告诉我嘛，他没见过我什么呀？告诉我。我伤刚好转时，第一次用浴桶洗澡。我那还有点事儿，你自己洗啊，自己洗吧。我看到你看着我的身体，脸红了。没有，胡说。
我没有胡说。你就是胡说，就是胡说。我没有脸红，我从来都不脸红。小六，小六。被大哥羞辱折磨了三年，我已是心死之人，万念俱灰。你救了我，给我讲笑话听，替我梳头，喂我吃饭，我身上的伤口不丑陋，连我自己都没有勇气面对，你却毫不嫌弃地对我温柔照顾，细心呵护。那天看到你脸红那一瞬间，才觉得自己犹如死灰复燃，真正的活了过来。在你眼里，我仍然像个男人一样，能让你心……无需说。那天你看着我羞得连话都没有说完整就落荒而逃，你说我怎么可能把你当男人。你就是个贱滑的，我一直以为你最老实，结果我被骗了。从那天起我就决定，我永远都不离开你。我不想做独善情，也不想报仇，可我怕大哥伤害你和老穆他们，只能回去。只有我在，大哥看到目标在哪里，才不会乱来。你不伤他，可他会伤你。为了自己的安危，你应该把你大哥杀了。可是如果你杀了你大哥，你良心会过不去，一辈子会背上枷锁。算了，所以还是不能杀掉他。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。今夜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肯复仇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是人善，而我是精明。你是为我打算的精明。谁为你打算了？防风意应是母亲做主定下的婚事，我们之间只有家族利益，没有情谊。他来清水镇之前我们从未交往，连面都没有见过。哎呀，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。小六，我知道自己有婚约在身，没有资格跟你说话，也不敢想其他的。可是，我一定会取消婚约，我一定会取消婚约的。你给我20年，不，15年。你给涂山璟15年，15年后，涂山璟还你一个叶世奇。怎么等？你不要让别的男人住进你心里。还是不了解我，我这个人啊，心很硬的，像一层硬壳。别说是15年了，就算是50年，别的男人也跑不进来。你是答应了吗？我们击掌为誓。
小六，我真的好开心。林仙总说凡事不过就是做生意，我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觉得我亏了？情为之一子，永不可用利益去衡量。父母子女之情，兄弟姊妹之情，朋友之情，男女之情，这些虽然都看似简单平常，无处不在，可他们都千金难寻。前我总听别人说，涂山姐会做生意，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风趣犀利，我还总不信。我总觉得你这个人笨笨的，说话都不利索。今日我总算是领教到了。十七，我这个人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是做生意的。可是我大事上都算得很清楚，我不光对别人心狠，我对自己更心狠，你能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也不知道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。你不会给自己希望，不会先信任，不会先付出。桑田儿愿意用虚情假意去赌一生，你却即便是真心实意，如果对方不珍惜，你也会舍弃。我愿意等，等到你愿意时。怎么等？如果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呢？那就等一辈子。只要你别消失，纵使这样过一辈子，也是好的。二伯，你出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华为开学换新季，新装备有优惠。华为学习全家桶，邀您精彩继续。去海边。香柳，你就这么想杀我吗？锲而不舍地追到武神山来了。这次倒不是为了殿下。你干了什么？惹得浩陵的军队鸡飞狗跳。腿被敲断了。我哪有本事干什么事儿啊？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。脚下是大海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
只要我跃入大海，你就能带我走。但是这里是武神山，你一个人来都受了伤，再带上我，只怕唯有死路一条。况且我走了，十七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不想欠你太多的人情，你走吧。别忘了，你还欠着我的债务，死人是没法还债的。放心吧，我这人一向贪生怕死，我等着你来讨债。告辞。怎么了？别白费功夫了，他既然能从海上来，自然能从海上走，以后加强巡视。是是。长安宫到了。你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腿突然有点疼。这是我的住处，二位暂且住下，洗漱更衣，稍事休息。有劳殿下。今日退朝后，我会向陛下禀报，已经将你带到了。小六，陛下随时都有可能会召见你。把我腿治好。腿给你治好了，你最好也不要乱跑。要是让阿念看到了，你可能断的不仅仅是两条腿。我饿了。准备餐食，带他们去沐浴更衣。是。小心一点，医师说尽量不要用腿，要静养，快则一个月，慢则两三个月才能长好。我体质特异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这浩林宫廷里面颇有些好东西啊，也许能治好你的旧伤，不过你可能要吃些苦头。我不在意。困了就休息吧。
你也应该休息一下，可是我不想你离开。睡不着是因为浩灵王吗？不管怎样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宣文小六觐见。草民叶十七叩见陛下。文小六腿上有伤，不便行礼，请陛下恕罪。你的腿何人伤的你？是我。文小六一再抗命，想要逃跑，徒儿小失惩戒。留下一起用膳。下了。我是乡下人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好吃的，没有规矩，陛下莫要责怪啊。你平时都喜欢什么？我就喜欢钱，最好是能天天在钱身上打滚的那种。有什么爱吃的东西？乡下人不挑嘴，什么猪下水啊、鸡屁股都可以。我已经让御厨准备了青艾糕，若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，我让御厨给你做。你可以在睡前听着故事吃一些。
不爱吃龙眼，给你吃。你最爱吃的亲爱的，就只有一块了。我想留着，待会儿娘一边讲故事，我一边吃。小妖，你是不是为了睡前吃零食，今天晚饭又没好好吃？以后不许这样了。真的说着，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。就是一个乡下人，我都说了不挑嘴，这些都已经够了。我吃完了，咱们走吧。谢陛下款待，草民告退，去吧。师父，文小六他究竟是谁？你以为他是谁？你让我带他回来时跟我说是故人之子，我以为是武王之后，但青艾糕是小妖爱吃的，睡前边听故事边吃零食也是小妖的习惯。文小六他是小妖，我看不破他的幻形术，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。师父是不是也怀疑？我去问清楚他究竟是谁，为什么不肯认我？站住！师父不想知道真相吧？小妖是您的女儿，她是谁，不由我们判定，而是由她自己决定。这世间的伤害，不仅仅是以恶之名，很多伤害都是以爱之名。你想知道他是谁，我也想知道，但不要逼问他，给他时间，让他自己告诉我们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你会明白。已经告诉我你是谁，只是我的心被冷酷蒙蔽，对一切视而不见。
不吃龙眼。殿下，来啊。要是我能遵守承诺，去玉山借小妖，小妖就不会走失了。丁贵儿启贴万用致富线，丁贵儿启贴邀请您收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